他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上生无可恋了？你作为他的大师兄，又是他的领导，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刘敬东、黄志忠等主演的突围正在火热更新中，石红杏的死让林满江感到害怕，他打算补上荆州能源的大窟窿，让侵占国有资产成为无稽之谈。林满江找傅长明，让他以45亿的价格把金分金盛两座矿上买回来，傅长明当即表示反对，他可不觉着应该帮林满江抬屁股。皮蛋和傅长明看似是林满江的心腹，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。林满江用下命令的方式让傅长明必须执行，傅长明嘴上答应，私下却阳奉阴违，跟皮丹签署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。这样计算下来，傅长明是占尽了好处。齐本安看出林家铺子内部乱了，再不是林满江一言堂的时代，皮丹都敢算计林满江了。林满江本来以为掌控了局势，如今被这俩人一闹，他妥妥要被国资委的人查了。林满江如今已经是穷途末路，他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？期待后续精彩剧情。